Focus 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单字，但也同时许多人会把它跟另外一个字 folks 混淆。为什么 focus 会听起来像 folks 呢？这有两个原因，这也是我们在 Square One 课程里面所提到的两课，一课是 syllables 音节。第二课是重音 stress patterns。第一点，两个字的不同是 focus 有两个音节 focus，而 folks 只有一个音节，这是 folks。一个字是两个音节，另外一个字是一个音节 focus 与 folks。第二点的不同是在于了解重音。Focus 这个字，因为有两个音节，一个是重音，一个不是重音，因此它后面的那个音应该是有非重音的 schwa sound，这也是在 Square One 课程里面有提到的。这个音是 us，cus，focus。下一次再讲 focus 的时候，要注意有没有听起来像 folks，focus，folks。